彩的卢凯传统古谣吟唱为雾台乡卢凯族文物馆博物馆在我家计划启动仪式揭开序幕。雾台乡公所与具文化资产潜力的部落家屋合作，要让家屋成为诉说部落故事与展示珍贵文物的平台。为了能够把这些文物不一定要局限在我们的文物馆那个地方，那也带动各地方的一些经济，或者是家家都能够有博物馆。为了要让这个我们卢凯族的文化软实力被世界每个人更能够看到。雾台乡公所此次与好茶部落嘎扎尼兰家族合作的展品，便是卢凯族文物馆所典藏的头目章。这件重要文物经过田野调查与研究，进行复制并展示，完整呈现其文化脉络，向社会大众介绍卢凯族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价值。头目章的文物，我比较把握，比较高兴放在卢凯文物馆，因为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存跟维护，所以我很高兴。如果说这个复刻品放在家里的话，我们也可以，我们也觉得就好像它就是在家里一样。在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主任邱黄赵崇的见证下，雾台乡公所与来自好茶、雾台、神山及阿里部落的多个家屋代表签订合作意向书。未来乡公所将持续推动与更多部落家屋的合作，发展更具文化内涵的活动，进一步促进地方文化发展与跨界交流。记者张如英、刘建荣采访报道。